好啦，明年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31天，侯友宜再去到澎湖参乡拜票，人气真旺。啊，甲郭台铭交情真好的前立委林炳坤，佮陪侯友宜做伙行。看起来国民党要甲郭台铭救回来是有进展。啊，同这个时间，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嘛出手了。连两天，甲张英丽、周登伦、谢登林这些地方的带头来会面，啊，伊嘛拢已经表态会来挺侯友宜。侯友宜讲，伊真感谢王金平做伊奥运会总会长，甲老朋友、好朋友总靠倒来，嘛希望郭台铭倒来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完成政党轮替。市场买票一一接轨，团上的接福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伫澎湖扫街，人气强强滚。侯友宜伫离岛买票的同时，前立法院院长侯友宜、奥运会总会长王金平也伫台北到三港整合地方。除了邀请前婚姻馆长张英丽等等挺过派的地方要角做会食饭，王金平上了届，搁在会见也是挺过派的彰化县议长谢登林，要将地方力量甲做会，好拿军的版图会当完整。支持，希望能够政党轮替。那我们从年初忙到年底，那唯一的目标大的框架就是政党轮替，既民调三保民调二，大概25、26号以后会正式来正式表态。在张英美、周登伦判一转顶人拢归队了后，谢登林也公开表态支持政党轮替。加上侯友宜这撮偏乌型，又含郭台铭友好前立委林炳坤陪同，拿军混得的石头等一步步修好。作感谢王金平院长，王院长担任我后援总会的总会长，马上登高一呼，整个主流民意政党轮替的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凝聚在一起，希望就是欢迎郭董归队。除了地方的整合，营造团结胜选的气势，侯友宜后一步阁爱积极争取贵党的支持，搁看贵党的最后公务被弹头增加哪款的战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